建基因三金间修建辅助工程奠基仪式。首先我向各位来宾介绍一下参加此次庆祝活动的施旭领导友。今朝是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一部长。市人民政府刘市长，市政协金主席，金州区人民政府张局长，金州区区委陈书记，金州区区委周书记，市民主督导局刘书记，金州区政协梅部长、梅主席、殷主席、涂主席，我们开发新区开发投资商周先生，参加本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区直有关部门、区各政办有关领导。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对市区以及各部门、各乡领导的光临表示中心的祝贺。现在太原观景区清点开源和三金间福建工程奠基仪式开始。第一项，请区委陈书记、区政协陈新同志讲话，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在秋高气朗、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金州市城区又以旅游景区开园笑迎天下嘉宾。在此，我代表区委、区人民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向投资建设社周涛总经理、王振华经理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支持景区建设的各部门表示谢意，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还未完，宋元两朝曾有朝廷，明朝洪武年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个子朱伯兴建，朱伯死后其侄子在他修陵国法，明襄贤王陵墓。清朝先后三次加以重修，由于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摩肩擦踵、水泄不通、机关吉祥之光、英雄金出半边天，被用为赛武堂、小金顶。1956年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太会馆总体开发工程已经启动，现代老板周涛、王振华热心内地文化底蕴深厚的太会馆经济开发建设，随着二期工程的边开发边利用，建筑规模将更加宏大，集文物保护、民族宗教、景区旅游一体的太会馆。下面请太会馆景区投资商
总负责人周涛先生介绍景区建设情况。尊敬的国外领导、国外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半年来，开发管理委员会在荆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以及区文物宗教旅游局的领导和帮筹下，迎来了开发管理委员会新建投资的第一个旅游项目——湘西王庙景区。开业庆典及太和观三千殿奠基仪式，首先我代表太和观管委会对市区两级政府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荆州是丑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富甲天下、明清九州之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是国务院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被考古界、历史学界、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玩笔。我们将在荆州市委、市政府、荆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尽快完善太和观景区的国项基础建设，为配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工业新式发展战略以及作为先导的战略决策做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荆州市人民政府刘世良话。各位来宾，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支持太会观景区正式开园继三清殿福建奠基之际，我谨代表中共荆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现在我宣布太会观景区正式开园，三清殿福建工程奠基开工。弄着。